提到一个问题，说，这个下拉清单哈，我们是用固定的，那也就是我自己打上去有五个项目，可是实际上哈，在我们这边有品名，比如说这个项目就在这里，那我有没有办法怎么样呢？我不要用打的，我用那个什么，我用他自己帮我抓这一个工作表的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，再把它放进去，哦，当然可以啊，绝对是没有问题的。而且他讲了一个蛮不错的啊，就是说，将来如果这家公司他如果进了别的东西，比如说他不只是卖这五个东西，他可能还卖第六个东西，啊，比如说他，比如说卖什么卖笔好了，突然又多一个卖一个项目是什么又卖一个笔好了，这个笔的话哈，OK，然后这个笔的话有20块，OK，然后他又卖了一个什么？比如说卖一个袋子好了，比如说什么什么，假设好什么什么袋子，OK，好，然后这个袋子的话100块，OK，然后可能还有更多的项目，它会陆陆续续新增的话，那你就不能说，那每一次哈新增的你又来这边改一下程式，当然改程式 OK，只是说你如果将来一直都会有新增资料，那一直都在改程式，其实也不是办法，所以最好是怎么样呢？最好是自动。可以去侦测这个范围里面有几笔资料，就自动把这几笔资料怎么样放过来。但是另外衍生的问题就是哈，这个底下的这个资料的这个判断，恐怕单价部分也要再去找。对，所以这个程式永远，所以当然你要衍生出问题，它是一连串的。也是如果你改了这个地方呢，后面单价部分我们刚刚本来就 else if 五个嘛。然后会变成 else if 再多两个，那多两个你还是要去改，不，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说你今天希望哈把这边的项目做成活的话，该怎么办？那这里的话，第一个哈，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这个地方可以把它稍微注解掉一下，也就是说我将来哈这个地方不要是自己打上去，而是我来自于哪里呢？我的资料是来自于哪一个序齿，哪一个序齿？这个是品名，这个序齿，所以通常我们有几种做法，是会切过去，切到序齿，然后去抓它里面的 range 资料，等到抓完之后，再切回去到主要的这个原始资料这个页这个工作表，好，或者第二种做法是直接用连接啊，前面多一个序齿的，就是在 range 跟 sales 前面多加一个什么，你的工作表名称，它也会去。那个工作表里面去抓那个范围的资料，或者那个储存格的资料，好，那这边的话，我来做一次给各位看。基本上第一个我要先切过来品名，所以切到品名的写法的话就是什么呢？序齿工作表就是序齿加 S 哦，特别注意，就跟 sales 一样。括弧名称的话，就叫品名，所以这边的话呢，你就输入品名，它就会自动帮我切到品名这个，切过去这个工作表，好。然后切过去，记得有一个指令，一个方法叫做 select，select 实际上就是怎样，就是去移动到这个地方啊。那最后做完毕之后的话，又要再切回去，所以最后面头跟尾哈，记得是切回去的话，那个叫原始资料，先把它写头尾。OK 哈，就是切过来，切回去。然后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跑一个回圈，这个回圈的话呢，就是什么，for i 哈等于多少？等于那个第二列，因为我第一列是栏位名称到 range 哈，自动去侦测嘛，range a 有没有 a 用 a1 a2 都可以了，点 end 刮胡啊 x down，然后点 row 就是去。侦测说它最后一笔在哪里，enter 两下，next，其实跟前面做法一样，对不对？接下来的话呢，哈，就是怎么样呢？combo a add item 后面加上什么呢？加上我们要加的这些东西，就这个东西。那这个东西在哪里呢？在这里，就是什么 sales 多少 i，然后呢 a 栏，所以哈，直接写成什么？sales，i 逗点 a 栏，OK，应该了解意思吧？i 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是第二列嘛，对不对？从第二列的第 a 栏的位置，
自动帮我把这个怎么样抓过来，新增一笔，再抓过来，新增下一个，以此类推，一直到袋子新增。OK， 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基本上写好之后的话，最后再切回去。所以哈，上面是改的，这个是活的，啊，上面这个地方是死的，是不会自动往下跑的。那做完毕之后的话，哈，我们就可以执行来看一下。基本上我把它执行起来给各位看一下。这个时候来看一下有没有？我刚刚增加一个笔跟袋子，自动就出来。也就是如果你再增加一笔，它又会增加。不过会有个问题，就是玩具有，好，然后笔会不会有？没有，因为它不知道笔，它会跑到 else 嘛，对不对 ？else， 所以这个又麻烦了。变成说你 else if 哈。你可能 else 里面又要去抓啦，所以变成那个刚刚那一段程式可能要改写，要变成说你要去自动跑到这里，然后去那个名单里面去抓下来，有点像 VLOOKUP 函数一样啊，好 VLOOKUP 函数里面去找，这个恐怕要改写，不过这个又另外一个问题啊，这个再来看好了哈，所以做完毕之后类似这样，把重点再提示一下给各位看一下，所以刚刚我们改的部分就是说，在表单启动的时候，这个是死的写法。那活的写法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先把它切到我们这个工作表，然后呢再去这个工作表里面去侦测说它最后一笔在哪里，然后分别用这个方式嘛跑回圈，反正它如果有10笔就会跑10次啦，好，如果20笔就20次，那最后再记得要切回一套原来的工作表，好，这样就把资料填完毕了。OK， 好，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，来画面还给各位一下。